吧。开个小灯啊！是的，又回到那个了呢，又回到杭州了。谢谢谢谢伊伦哥哥的告白气球。谢谢伊伦哥，我没找到我的支架，所以我只能这个距离了。今天上来播一播，早点下，然后明天有事儿。谢谢伊伦哥。我这两天陪我爸妈出去逛来着，要不然的话就不了。但是每天早上醒，然后你们也知道逛太累了，我晚上回来就睡觉了，就播没劲儿播了，就木有劲儿播了。等我去拿一个支架，我看看我有没有。没有啊，哎，估计被我爸妈都拿走了，应该是被他们拿走了。那我给你们放在哪儿呢？谢谢伊伦哥。是谁呀？居然知道我又回杭州了，这么重要的消息。嘟嘟嘟嘟，我猜，我现在看不到你的 IP， 所以我。不知道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现在在出差，不知道，但是能看得到，你都没有关注任何一个人。能看得到，你没关注人。是的。过顶另外一首歌。斜阳歌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，可是啊，我愿意。
噪点。太亮了，我不喜欢开这么亮的灯。这样还有噪点吗？手机拍起来很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有噪点，有噪点吧。没事，有点噪点也没事的。太亮了。谢谢一冷哥。情书啊，谢谢一冷哥的甜蜜卡车。我没有支架，我只能手拿着，可能会显点胖一点，大一点。明天应该是不播，我明天肯定很困，但明天下午可能播播手机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在家里呢，没播户外，因为今天要早点下，我就不想，我不想电脑播了，电脑播我还得换衣服。不想电脑播，电脑播要换衣服。教练哥，想不到教练哥是真的教练。My God。我的天，我的心澎湃。睡衣啊，可以呀、啊，那你开个钻粉吧，我就给你看看。终于让我抓到商机了。赚钱的机会终于到我了，因为你的到来，生活颠倒，面对你生活颠倒，我见义勇为没关系。那你看看。这样吧，你卡个牌子不？卡个牌子不犯毛病吧？戴超瑞，我的天，我的心澎湃。我把所有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。Yeah.
白，挺白吧？谢谢教练哥，感谢何教练。真没关系 ，Please just give me kiss。把他们叫过来，把他们叫过来，来我看我直播。可是我不困啊，我睡不着，怎么办？我万一一会儿睡不着怎么办？Baby, please don't go. I don't know.其实我的眼妆画的已经很浓了，但没什么颜色感觉。几点就开播了？我今天播的其实挺早的。没有，我化妆了，我化了半个小时的妆呢，被你们说成素颜。我看我明天失恋，我八点醒，我洗个头发。我洗个头发。不知道我能不能收拾完，我根本起不来，有点起不来。我最近一笑，我就不想，我不想大笑，露牙，我不想露牙，我不想露出我的牙齿。No. 我的歌声大吗？看我买的这些，我都没贴过。听不到我的歌吗？
我是你爹。是的，我没有那个啥，我没有支架，支架被我妈带走了，我没有办法离你们远，对不起，忍受一点吧，没办法。天天的，我把我老婆叫过来，叫一下我老婆。sorry， 不小心踩了你们一脚，对不起。把他们叫一叫。哎，我走的就是陈一峰，好吗？这个是我之前，那个，长了一个虎牙，然后我拔了就不长了。老婆，我之前长了一根虎牙，然后我给它拔了。拔了就不长了，这不能怪我，这个可能。还好把你们叫过来了。遇见这种弹幕，真想给他禁言了。I know you love me too。我又磨皮了，我长闭口的。明天会去，所以我今天就手机播播，不然我醒不来，不然我起不来。我老婆，呀呀，刚说完话。我现在没什么见你的，我不会再去相信你了，相信你了，我再也不想去见你了。上一次我还相信你的为我而去改变，这一次我来替你说出最后一句再见，是我在愚蠢，所以最后只能自己爱人。我给你们讲一个事儿，可有意思了。
是那个啥，经常卖我水果的那家店老板。然后就是他，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嘛，然后他就很想给我介绍男朋友。他昨天突然跟我说，我给你推了一个人，就是挺好的，然后给我推过来，他说你跟他聊聊。然后那关键是我经常光顾那个老板，我之前退房子那个老板也帮过我，然后我就想，我就算了，我说 OK， 然后他就介绍那个男生，然后我其实我也想看看现在大部分的男生，就因为我一直直播嘛，我也没有去跟男生接触，我就想知道现在大部分男生现在的观念是什么，我就跟他唠嗑。他就跟我说乱七八糟的，他问我住在哪儿，我不想告诉他我的地址，然后我就说我住在，就住在我家的一个附近，他说，但我不住那儿，但可能这一片，但其实这里的房租没有说特别贵，然后但是他就给你阴阳怪气，他说富婆，这第一次。第二次就是因为啥，第二次是这样的，他说你怎么不找男朋友，我说应该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吧，他说这不就有了，我说哪里，他说这里，我说你刚才，他刚才跟我讲，他说他不谈女朋友是因为他能力不够或者缘分没到，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不找女朋友男朋友，然后我不跟他讲嘛，然后他说要不就是意思让我跟他在一起，我说你刚才还说你能力不行，你现在就跟我说你要在一起，他说哈哈，开玩笑的。我说好好好，然后他今天他又过来跟我说话，我关键是吧，他问我事儿，然后那个卖水果的那个老板意思就是说可以帮着回答一下，对，就是说什么也可能自己赚钱不够吧，然后对对对，他觉得他自己很幽默，然后他说完乱七八糟的，我说什么来着，他又说了一句有钱人，我就没回他了，他说生气了，我说不至于生气，我说只不过你的话题我不喜欢，就是这个男生就是一直在下头，就是他都围绕着钱钱钱钱钱，就我也搞不明白。然后他给我看他开的车是什么保时捷718，然后我说哦，这个车我知道的，他说身边人有人开吗，我说，然后他说有钱人，我说你不也开吗，我很想怼他，我关键我这两天没什么事你知道吗，我就没有人，就是我这两天真没啥事儿，我除了陪爸妈聊天之外我也不聊天，我就闲着无聊，我就看看他到底能说出什么东西，你们遇见这种人你们不会觉得，你们不会想就是他到底在说一些什么东西吗，然后他说他要把他的车卖掉，我真的是当时想想我太搞笑了，真下头你们男生都这样子吗？有一扇门，想想都有意思，太搞笑了。我这确实有点太无聊了，因为这两天呢，我不是没直播嘛，然后我不仅没直播，然后就啥也没干呢。就所有就是好多东西我都没去干，所以我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，打打去也挺好的，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人，
嗯，是熏的。别说我的牙缝好吗？怎么越擦越模糊了？我给你真心，你让我死心，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爱情？其实用手机播播也挺好的，我还挺喜欢用手机播的。用电脑播的话就不知道怎么讲。这两天陪爸爸妈妈出去逛街了，刚收拾好，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刚收拾好，然后就正好出去嘛。不然的话，我爸妈从长沙一直到杭州都没溜达过。怕人？谁怕人？我耳朵不会动啊，不会，我笨。不行。这个视角，老婆，你在干嘛呀？你玩这么多天，是不是累死了？我溜达这两天都累死了。其实我是那种就是我是那种五官就是纯亚洲人，我五官其实挺平的，属于那种看起来比较舒服的，但是上镜是不好看的，得挑角度。你看，就我在这光亮的地方，光亮的地方就是五官很平，看在这儿，就暗一点的话，就五官可能会好一点。干脆死在你的多层里面，一回又一回。都来了，都来了！我刚才把洛跟老婆叫过来，我害怕万一的话，对我有点皮相，我一上镜可丑了。尊嘟，所以我一直说我想去整个容，就是整完容之后，毕竟上镜它可能。因为我干这个行，我也不是说线下跟大家那个，我主要是在线上给大家看，我就想整个容让自己变得立体一点。风又吹起那你流的泪，是你的心里有鬼，干脆死在你的火。我不会让他伤，我不信你不惭愧。我这个不是，就我在那里边就不好看。我在那个
原相机里就不好看。嗯，这里多多，这里你会有一回，干脆是一个可笑的机会。如果我不会被你骗得伤害，我不信你的惭愧。谁在原相机里好看？不是，但是你们敢说，比如说你整完更精致了，因为现在就是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，大家不会像以前一样啊，这个人怎么不会了？现在整容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，你们敢说那些整完的，然后上完镜之后就稍微调一下就特别好看那种，你们不心动？你们不心动吗？我心动。不是啊，整容动刀。我都问了，我和你飞向蓝蓝的天边，我都问了，我都去问了，已经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曲尔谷，我不打算用自己的，我不是很想用自己的，疼，我还是想用假体，我怕疼。而且我鼻子的基础还是挺好的，我应该是我用个材料就行，应该是。你们想，我鼻子就这样，这样弄不好看。我的鼻子这么看很扁，侧面看很高，所以是什么情况呢？是这儿不够挺，就我得把这儿挺起来，然后这里知道吧。我和你飞向蓝蓝的天边，真想，我还真挺想去选秀的。杭州一号院，我知道啊，那里的房子很贵的，所以我每天就捏捏，我是想试图把它给捏起来，每天都会捏一捏。那边的房子挺贵的，我应该不一定哎，看那个医生给我推荐是哪里吧。像你的泪落地，因为这样做完了，这里抬高一点还可以。不会，我哪会呀？其实不知道，到时候看他给我推吧。其实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谁的美商比较高呢？我觉得那个小水的美商挺高的，就是演初恋这点小事儿的那个。就演初恋那件小事儿的那个他的美商比较高。是吧？他底子就不差，然后他搞完了以后尊嘟那种感觉真的很喜欢。我努努力，
哈哈。我这一口坏牙，真是不想说话。你们就是你们看，就是我每次一笑就是，或者是就这样笑，因为我都是坏牙，没开始弄呢。你是说动刀吗？可是你们动过吗？人一定要做过自己做的事情再出来说，你们根本就没动过，你们在那里说，我怎么没看到落在？会有啊，会有一点疤吧，可能这里，就这里。会有点疤，现在的疤都看不到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你就是素颜，它可能是红红的。你用一个素颜霜，你可能就盖住了。就是你近距离看，你可能素颜的时候是能看得到的，近距离还得这么看。如果远距离，其实看不到。然后你近距离，你给它涂完那个素颜霜之后，基本上看不出来。要恢复。其实要恢复挺久的，十几天呢，所以我一直没找到机会。你动的是颅啊，那跟动鼻子尖能一样吗？鼻子是最小的整容手术了。长门了，那我不知道啊，我就问个动鼻子，我换头，我真是我没有打听过。真无语啊，胃穿孔啊，我也做过手术，我之前这里得那个口腔囊肿啊，胃穿孔，救命啊。我的手，其实我的手也没有说这么胖吧，但是也差不多，有点儿，就是也没有这么小啊。别管了，别管我的手了，哈哈，啊，手短，肉。
我全身上下，说实话，我脚跟手都挺丑的。手掌大，手指短，反正是确实是我手掌比手指长，是这样的。这你从哪儿看出来我喝多的呀？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选择，你们的建议，牙齿我牙齿挺好看的，就是牙坏了。都每个人的人生的选择，你们可以去建议，但是不能不可去阻挡。风轻扬夏未央，没有，我自己的，我没还没开始弄呢，都刚修完这两颗牙。这一眼最难忘。对呀，我也觉得喜欢就去弄啊，自己，对，恢复期有点太那个了呢。其实就像你们讲的，你们说什么动了就取关，我又不跟你们谈恋爱，我也不跟你们结婚，你们我只要变好看了不就行了吗？我变好看了不就 OK 了吗？你是我，你是我最欢迎十二。我想更好看，这个东西就像有钱，你也想更有钱，对，就那不就是怕我翻车吗？长得好看你们就喜欢，长得不好看就不喜欢了。那等做完了以后就再看呗，好看就继续关注，不好看就可以取关，我也无所谓。因为我觉得看我的人都是看我性格或者怎么样留下的，而并非外表。那你们要纯看外表的话，那你们到时候再看呗。我就算动了个鼻子，我也还是我，何况我现在还没动呢。我那动个鼻子，我变丑了，我就另一个人了。想和你精神这我要是隆个胸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肯定，既然是看性格不是看外表，但是我自己看我自己外表啊，肯定也有人像我一样看我外表。我没有，我没动呢，还我只是说一下，我想确实是想，我没动呢，还怎么回事？没动呢还。1, 2, 3, 4, 你的笑总是装着很天真，说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分。翻车太多了，不建议的。我一般会听，每天都在这陪我，然后一直发弹幕，对我是真的挺好的，把我当做他自己的主播的人，我会听取这种建议。那还有肯定就是也会听取大哥的建议，当然有一些你来我直播间你看两秒钟你就走，你或者你给我挂在这儿的，我不会听的。
坚决一个人。但我只是就是说起了这个，我只是说起这个事情聊一聊，聊一聊而已，应该不会做。我估计我可能会，如果我停播了，我也许会做。就是也许会做。我就真搞不懂那些他们上纲上线的，动不动说拜拜的，我真。你们好心听取我，就是好心建议我，我肯定会听。但你要说是因为我可能我会翻车，或者因为这种事情，我应该是，说实话，乖乖看不行吗？好看就看，不好看就可以不看呗。况且我还没做呢，只是就这个话题聊一会儿，不然聊啥呀？做最真实的你最好。那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我？最真实的我好看，那为什么没有人来看我？现在跟我讲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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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做也没什么人看，我做了不一定了还。会上瘾，这个东西是会的，因为你一个地方好看，你就想其他的地方好看，你就想一直好看。我跟你们讲，其实我不直播就有两种吧，一种就是我直播间没有什么人在等我，就是没有人，没有什么人就是给你回应，我在等你回来开播，没有。二就是呢，我直播间的我没有弹幕，然后特别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在那儿就发呆，得发呆十分钟，然后呢那打 PK 就更没人了。当然啊，这些肯定也不跟你们没有特别大的关系，主要是我可能我没带动话题，所以我肯定就是会抗拒直播，害怕。白切鸡还是白斩鸡？白斩鸡是粤菜吗？你就像我现在，我这两天怎么样？这两天我还是知道直播间有人看我的，所以我就得赶紧给你们看看。良心主播从不 PK， 良心水友从来都会支持主播的。你道德绑架我，我也道德绑架你。当当，还是可以的。白斩鸡吗？上海的。尊都，谢谢好好刚刚的办卡。发动攻势，哦哦。
今天没有活动，明天有。日本那边没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我这两天不是又回到杭州吗？我觉得杭州东西挺好吃的呀，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了。以前真是一家比家难吃，但这次我是感觉都还可以啊。明天那个糯米有那个活动，其实没有，是有好吃的的。想要什么玩意儿？迪士尼。哇塞，他的这你们都知道。那么多人呢，好像有，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呀？你们能听见我的歌吗？对全世界宣布爱你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不知道啊，我放的歌。我不爱吃烧麦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是一点小，没事儿，有点就够了。听那么新的歌干嘛？好听就行呗。这颗心没委屈太坚定，其实我能够遇见你，就算这些全部为你，我只想。怎么还有人停留在我搬家那时候？搬好啦。就算全世界都否定，想爱你，天崩地裂也要在一起。
好久没看直播了，为什么不看？为什么不看直播？2013年，你上高中？谢谢一号的神秘宝石。乃万唱的什么歌呀？欢迎伊冷哥，想带着你南下，感受四季的变化，看着窗前的花静静发芽，长春最美丽的童话，想带着你南下，看着春季的变化，刷新一下看看还卡不卡。画质有点糊，因为我那个灯光比较暗，是因为灯光比较暗，不重要，这不重要。这样就不暗了吧？我不乐意在那个，我不乐意，我对着这强光，强光不好看，我觉得不好看。接的，接的。你不接头发吗，老婆？我看我站起来什么样子。我也掉头发，我掉的头发特别离谱，掉了很多头发的，肯定是不行，再这么掉下去肯定是不行。但是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不掉头发的办法。哦，我给你推荐一个洗发水吧，它不是很掉头发哎。然后我推荐你就是怎么让自己头发会少掉一点，就是你可以头发特别烂，
就是你要每天洗头发。我是觉得这样子，我看看丁。为啥没有人呐？来了，妹妹，我把你的头发给带过来了，谢谢。太好了，来，这是羊的办卡。奶，小可爱。明天啊，起得太早了。我今天我估计我就上来告诉他们一声，我一会儿就得睡觉。啊？你一会不睡觉吗？难道？就是用手机播一播就下了，我得赶紧睡觉，我都害怕我手机播到12点前我就下了。明天什么活动？糯米的年会的那个晚会。明天，谢谢晨晨的牛仔帽。那我们走走红毯，什么都。今天不是红毯，就是画，就是那个跟红毯那个意思。奶换发型更好看了，那他的发型师是我介绍给他的哦。什么发型？他说你好像换了发型的感觉，他们说。哦，我的换了一个那个发色。嗯，他这个是我的发型师哦。是的，我的发色，然后过两天就要用丁姐的了，呼呼。谢谢老婆。欢迎天。立省3000块。哦，你现在是没有拆是吧？没有，我拆了，然后我先搞了一个贴片。嗯。谢谢人的独角兽。欢迎白白。哎呀，白白你怎么来了？对面是哪个？对面是之前连麦你送过的妹妹，也是明天跟我一起坐在一起的妹妹。嗯，啊，好痛我的腿。嗯，哦，对了，你说你那个是吗？啊，就是肌肉不太行。嗯，明天要找个男孩子扶着我走。嗯，太辛苦。就是我，因为我他那个走的那个是有个楼梯，他要走下来，没他在附近，然后他今天不用在酒店，我家是离得远，我就要在酒店待着，不然我明天要快1个小时呢。嗯，好吧。批号，对，有可能是浩哥扶我，不然我下不了楼梯，我可能。谢谢白白的梦幻城堡，你知道吗？白白今天缪雪山还学我，然后我们在互相学。我跟你讲，他叫黑皮吧，黑皮不好。我想要说叫黑皮不好，不好的，就是叫三哥或者叫浩哥可能好一点。嗯，他可能，那你是不是没有男支架？对，我这，哎呦，我这麻烦没支架很难露全脸。你看我是因为有个支架在，我才露全脸啊，好痛！然后我今天一直在那叫，我今天一直在那叫。谢谢老婆的三哥，谢谢晨晨的花语礼盒呀！谢谢晨晨，晨晨，你这是给我打卡吗？哦，对，我人头，我忘了我的人头，等我一下下。给了30下才出炫彩飞，这还能出炫彩飞机吗？哎，人头在这，人头。欢迎热烈，我今天有开卡哦，你们可以打卡哦。嗯，哎，我还以为我的东西落下了，原来没有。哎，谢谢，谢谢晨晨的音乐盒，刚好了，帮我凑了那个收集挑战，帮我多赚了几张办卡，牛逼。奶，明天你会带手机吗？嗯、不一定哎，我怕你们。我刚好哎，晨晨，我这样舒服一点，我这样整个人往后撑着，好像舒服一点。哎，
我怕你们都播，这样子的话我自己又太无聊。我今天会吧，很早下，我今天早早下了，我就想说要不要按一下腿然后再睡觉。我觉得你可以去按一下。你要跟我碰头吗？可以啊，你要来过来跟我碰头吗？哎，也行。也可以。可以呀、啊、当然没问题了。欢迎罗罗，我刚才给他看一下男男在跟我在一起。嗯，你们都在一个房间里睡的吗？我不跟他在一个房间睡，就在一个酒店。我们不能有点隐私的吗？睡也要睡在一块吗？我还以为你们在一起呢，你跟我讲。我怕他骑我，我不想跟他一起睡。我怕他对我动手，我不要动手动脚。嗯，谢谢老婆的音乐盒，感谢老婆。你音乐盒欧吗？音乐盒挺欧诶，两个音乐盒，挺好的。谢我白白，谢白白的车车、水晶飞机、水晶摩天轮。哎，我觉得这样撑着舒服多一点，刚才不能撑着的时候好难受，虽然我这样很奇怪，但撑着吧。头怎么还没来呀？我的人头怎么没有反应啊？等我一下。又卡头了吗？欢迎玲玲，嗨，西安，男播了没？他播了，他在臭美。我跟他。他在搞什么呀？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聊完你，我去跟男碰碰头。嗯，人头不满啊，他是卡头了，好像。等一下，男妹在骚什么呀？欢迎熊公公，那这是吸引的直播方式吗？我等下去突击他，你们觉得嘞？欢迎浪子，那明天你可能到时候也要帮我拿拿手机哦。嗯，好的。你把它扔在旁边，啥情况？什么什么情况？在酒店呢，我在酒店里面。怎么了？谢我白白的水晶超火，欢迎酱酱。沙姐她有播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欢迎妄想，你为什么要一直这么甩头？你想勾引谁？不是，我不得劲，我一直这个一个姿势太难受了。谢谢白白的童话城堡，来这儿吧，那我给它放这儿吧。我也很不得劲，我现在要撑着，这样撑着。我现在就一个姿势，我应该买个支架，我支架被我爸妈带走了。他不是我们公司的，谁说一定要我们公司才能来呢？青牌我们也我们公司也叫了他，但青牌的做眼睛激光手术了，他去不了。干什么？三柱三柱，干什么？不急不急。谁说都黑皮今晚到了，我知道黑皮今天晚上会到，
他还没做骗你的，反正就是他不来，他要去做激光手术，然后他说月底或者5月头的时候再来找我嘛，等他之后再来找我呗。干什么？花落啊，黑皮血赚。黑皮本来就见过很多女主播了，还见过什么血赚的？深深的刘海。谢五四的不想票去房有侦查，因为毕竟青苔就是那种会社恐一点点的女孩子。哎呀，我超级社恐。嗯，没事，有我，你跟在我身后，然后我保护你，然后南妹保护我，然后我们，谢布丁的麦麦的，我水晶火箭。然后，要么我们一层保护一层下去，你觉得呢？我就是最底层的那个，可以，可以，你觉得可行？好的，没事去再来跟吧。我奶他来，好，你挂，奶你挂，谁我保护挂，你？黑皮不需要别人保护，黑怎么皮挂有，呢？我的指甲太长了，我好点。点那个 PK，要擦掉。擦掉，点那个擦 OK，掉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刚才是想学学蒙自己甩头。嘿，嘿，嘿，你说他每天怎么甩？这头发到底怎么才能甩起来？当然让我想最深，因为大家的关系都比较好嘛。谢谢五四的星星。两个人的 PK 也有要有吗？当然了。好。好久没上，斗鱼还是这么黑。你是哪个哥哥？但是可是我没看你点多少啊，总不能，那不是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，你。河马，对，你点，比如说你点个100块的，它不可能说你100块就能，那个就是出很多东西的，不会的。什么在哪儿啊？确实。
别的直播间抽的。哎呦，今天不用电脑播了，今天会出门。我会，不然太晚了。教练哥，来我手。几点了？10点多。那明天去那儿开播吗？我不清楚哎，我不一定。我的发型，我就每天就这个发型。我在电脑上跟你们讲，就是你们看我现在不是这个发型吗？就是现在这个发型，你们会觉得比较好看，在电脑上一点都不好看。在电脑上就不好看，就是真的。连夜赶路，就在杭州啊，没有啊。我说我在电脑上这个发型不好看的。谢谢无私的花语礼盒。我们缘分已尽，已破碎的曾经，只能随风凋零，结局化作了泡影，败给你的无情，被撕碎的回忆，只能是旧世界慢慢回忆。老奸巨猾，是哪儿啊？一个地方，就是一个卖衣服的地方吗？就是这个衣服好像孕妇装。OK， 一会儿发给我看看。结局化作了泡影，我被你的无情，被撕碎的回忆，只能是全世界的回忆。如果这是你，我们缘分已尽，已破碎的曾经，只能随风凋零。结局化作了泡影，把你的无情。
我得一会儿看，老婆。手机会更好看一点，其实还好吧。我想自首。嗯。你平时会喷香水吗，老婆？好闻，这个一点也不好闻。不喷，但极其爱买。我有一个很好闻的香水，可以推荐给你。就是它的味道一点都不浓，你只有离近了，就是你的贴身的人才会闻得到。然后这闻起来不会让人头痛，不会刺鼻，适合你。是那个你买过那个 Prada 的那个香水吗？就是 Prada 的那款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。哎，就是粉的这样的，然后那个粉色的，它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。没买过，没事，我到时候给你买一瓶。我可以先给你买一瓶小的，你先感觉一下，看喜不喜欢。但是那个，我说实话，小的我不知道，因为大的也很小。明天闻闻，啊，那也行。哦，对，你最近在逛街，那好，那你去可以去专柜闻一下。我一会儿可以给你发过去，因为我一直都在用那款香水，我觉得我蛮喜欢的。还有这一款，其实这款香水也挺好，我之前应该是我本莫测，哎，好像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我应该买过，这个 YSL 的这个。就闻起来很像宝宝粉一样，这个你们喜欢这种感觉的也可以买。我想没错，就是宝宝粉。就是宝宝粉，买过那个50毫升的，我应该买的是80毫升的吧，我不记得了。嘿。这个头发大概就是从这儿往这边甩吧。蹦蹦楼嘞，蹦蹦蹦蹦楼嘞，蹦蹦楼嘞。今天不用电脑播。不用哦。可能是我脖子不好使吧。谢谢一愣哥。
的珊瑚，感觉应该可能是我脖子不好使，应该是。蹦蹦蹦蹦！哎，天天说我失踪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天天我直播的时候，我也见不着你们。哎，我一不播，我一休息回来之后就能看见你们。你们呐，你们。我看看啊。我也很喜欢，我也很喜欢买香水，到时候把你觉得好闻的快介绍给我。蹦蹦隆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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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蹦隆雷。呜呦，又休赛西，又休赛西购物。我怎么感觉我手机比电脑人多呢？我的嘴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喜欢花香还是果香？我都挺喜欢的。是不是改嘴唇了？我给你们看看吧。我从这儿外圈儿，知道会化妆的应该都知道吧？我涂在外边了，就是我用这个用的这个勾勒的，就从这儿勾到这里，然后这里还有勾到这儿，然后下边也是勾了一圈。眼睛还挺尖的，这个是必备。我跟你们讲，想改变嘴唇一定要拿这个，尊嘟很好用。不适合我，吓死我了。那啥适合我呀？那啥适合我？你说哪个适合我？手机播感觉比电脑好看，谢谢啦。谢谢你哟。我手机播为什么要比电脑摄像头好看？那你点啊，超火点五。白床单的味道。哦，那我好像知道。好像知道那种感觉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这是我之前长了一个虎牙，我就拔了。你看这个，跟这个对称的，拔了，然后这个也导致他俩长一起去了。我就得矫正，非常甜的，我那个也是很甜，可甜了。明天一定要闻闻，我蛮喜欢哎。咚咚咚。
跑不过去，太难了，科二就死了。哦，这些你都要，你都得微信发我，不然我撂爪就忘了。不然我肯定撂爪，自问了。噔噔，快给我截个图，老婆。老婆，截个图，老婆。我觉得刚刚那个角度比较好看，蛮好看的。刚那个角度蛮好看的。嗯，再选一个。算，后面就不好看了。我拍照比较少，不好看，觉得我拍照不好看。9410101，真没想到他。我想上厕所。等我一下，我要上个厕所去。
想要又好相处，剧情却反复。睡衣嘛，肯定都会这样挤啦。谢谢夸奖呢，咋想起手机播？因为我今天要早点下播，晚上我一会儿就下了，晚上一会儿就下播了。Oh, wanna, oh, nana, how am I holding in a wanna, oh, nana?早知道不化妆上来好了，我一会儿想想我还得卸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要不要买点贵宾呢？就是每天，你看我现在不买贵宾是200多人，然后买点贵宾，当做我直播间好像每天有1000多人一样。其实呢，我直播间只有200多人。买完贵宾一个人一个弹幕都没有的话，会不会有点更可怜？好可怜的我呀。鱼新注册的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哦，你说的有点道理。上来就看腿，可真吓人呢，连天都没聊，咱就说直接上来就是看个腿，跳个舞，你说你们吓不吓人？双下巴，是的。
是的，吃圆啦。啊，对对对。我有一个口红是红色的，我给你们试试，我从来没涂过这个颜色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红的，好看吗？卸妆了多久？5分钟。卸妆的第一步就是把它拿起来，把它夹起来，把头发弄了，把眼睛卸了，把脸洗了，然后卸妆成功。不在啊，不在长沙，在杭州。已经不在湖南啦，在浙江啦。卸妆油，我用的那个是那个，谢谢白霜若，那字念什么？雨加个伞念什么？带过来了。我用我要就是眼唇和脸上就是单独卸，眼唇是用液，就有卸唇液，卸眼唇的液，然后脸上是用油。哎，我的那个卸妆油是什么牌子来着？忘了，是什么牌子来着？是什么牌子来着？忘了。它叫什么东西来着？我怎么忘了？记得老婆，你脸上会长闭口吗？痘痘，我脸上会长闭口痘痘，所以我就要去做微针，就是清完以后，然后去做微针。他那个微针，你们知道是什么？微针就是男生可能不懂，微针是啥？就像，其实就跟打水光那个仪器差不多，但是它就水光是滋停，就是出来再停顿一下，它是没有缓冲的。微针是咚咚咚咚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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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长。那你要定期去清理的，定期去做微针哎。等我这次我这个疗程弄完了以后，要是好的话，我就把都做什么告诉你，然后你就定期去做，就不长了。因为我是真的，就是我确实长，我哐哐长，我咔咔长，
所以我如果都不长的话，你肯定就是也不会长了。痛痛，敷麻药痛，很痛的。To be able to turn around and say goodbye, bye, bye. The thing that left to do is cry, cry, cry. Say to you, but bye, bye, bye. 这是我家呀，不是户外，家人们。明天是去参加那个糯米之夜，所以今天就我不想用电脑播了，我还得换衣服，我不想换衣服了。你倒是不卫生，面部清洁和针清真的疼。其实但是你面部清洁跟针清，它就只能就是它只能把脏东西给你清理出来，然后你化完妆油它还是会长的，还是要做微针的。尊嘟 它是一个工会的活动。肯定有的，我觉得应该会有，就是那个海飞秀加微针，这东西都要定期做，不做的话脸上就会长闭口。我手指头被咬了一个包，这儿被咬了一个包。这个房东就是不过来给我安纱窗，咱也不知道。一问跟换装，他要就是要有东西安装洗衣机，换那个洗衣机那个水龙头要78，就虽然它很便宜，但是这个就是应该房东出。我跟房东说完，就好像房东好像消失了。然后我跟中介说，让中介去跟房东说，他说好的，然后他也消失了。不行呢，你要是说你自己先弄了，他万一不认账怎么办？嗯，但你要是长得没有说特别多的话，就正常清洁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我得做，不做的话真不行。的 Sophia， 研究一下 ，OK。这些都写清楚了，就好比说什么我都联系不上他们，这个东西就是好比啥，好比你买了一个东西，上面什么都说好了，然后也跟你说什么时候发货了，但是他就是不给你发货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日后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毕竟还要相见嘛，总不能起诉他吧？你们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我要知道我能不弄吗？运气皮，我说实话，你从上一个弹幕我就不知道你在说啥了。没明白呢，没懂你。
你说的有点道理。你现在跟他扣这个块八毛的，他等到到期了以后，他就给你扣那个几千块了，那就不是块八毛了。他给你扣的可就不是那块八毛了。就这沙发他买了，他买房东买了3000多，你说买这玩意儿干啥？你说我的猫我都放不出来，我都害怕得抠坏了3000多。我决定把这个沙发我买下来了，到时候让猫抓去吧。嗯，抓完太丑了。沙发套，哼，哼哼哼。不好使，好使我早买了。给你们讲个非常离谱的事情，我之前在长沙的那个房子，6张沙发全部被挠坏了。你猜那个沙发一张多少钱？不是沙发去了，6个椅子，一个椅子你们猜多少钱？就正常餐厅那个椅子，你们猜去吧。大哥，找个房租便宜的城市。我不方便啊。那不至于，1000块钱有点不至于，那太贵了，再便宜点。不对，取个中，300跟1000取个中。没错，600块钱，600块钱。他不搬，他说他没地方放。未来，他跟我讲的是，他说怕租客挑，所以买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沙发。我说你人还怪好嘞，你格局真大呀。我都不需要，我都压根儿我就没提到过说我要沙发这一类话。但是呢，方便是方便，也挺好，就是容易弄坏，只能说弄巧成拙吧。啊，不是弄拙成巧，本来是一件坏事，但是它其实还挺好用的。就是我每次都可以坐在那儿。看你有猫才买的吧，谁会那么无聊啊？谁会那么无聊啊？不会的。你的笑意真不认得纯白，怎么留我等的依赖，我的藤下下的幻想着未来。
到四天，反正到时候我肯定会买，因为我家猫肯定是要出来的，不能说永远都给他们圈里面，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。我给你们讲个事儿啊，我买了一个化妆盒，这化妆盒特别像餐具，就特别像那个小推车，就是餐馆里的那个小推车。他们当时都嘲笑我，但是它真的很好用，大容量。我目前就这个格和那个格没用上，就两个格没用上，其他都用上了，大容量。Hey, Lily, Mama, why don't you come along?对，挺实用的，双层旋转开花的，那个是化妆品，我这个是化妆盒，不一样。我这，我说实话，有些人说我脸上，说我胖了的，咱说那谁这儿没有肉啊？我这都下颌角这线这么清晰，还说我胖，气死我！我不行，我要，我打个哈欠，我抻下懒腰。哎呦天哪，我腰累呀、啊。我腰累挺。我不播户外呀，我不一定哎，
可以去那个去看看他们谁的直播间，但是我不想播，我不一定，我感觉我播着我有点，我没有手机支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播。对，明天他们可能会播。搞个小灯吧，不知道谁卡呀，我应该不卡吧。直播间，嗯，我以后要学会换电人了，但是你们进来的太快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谁进来了谁没进来，你们来的太快了家人。我这回没有噪点了吧？对吧？上下播喽，再待一会儿，再待一会儿就下。
在哪儿呢？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。熟人，你多来来，这些也变成你的熟人了呀。Angelina， 听到瑞了 ，Angelina， Angelina， Angelina， 我你。是我呀，是我呢。Oh, Angelin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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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elina。这歌不是这么唱的吗？几点了？现在我也看不见了，完了，我到这个点就困了。11:46啦，这个鱼怎么还不来？他说他没看过我手机直播。啊，还不醒，我估计他可能是没醒。他再不来我可就要睡了，不行，我要提醒他，我可是等他了。但是我腰坐的好累，但是他再不来的话我就要下了。啥？哎呦，他再不早说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那我可就要下了，打个微信，他在，他用小号应该是在的。后面说啥了？没看。等等，要下播喽，累了。我要下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明天的话，我想想啊，我应该是我要是开播的话，
应该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应该是晚上6点、7点那些日子，好像是，应该是就是6、7点的时候，我感觉，反正就是下午，就是反正肯定是下午，肯定是3点以后应该是。他们要是都在直播的话，就没有人跟我说话，那我肯定我也会开播，至少有人跟我说说话。他们要是有人没开播聊天呢，那我就听他们唠嗑，下播喽。我就下播了，快给我截个图。姐妹，给我截一截。给我剪剪，OK， 抽一下美了。拜拜。主要我坐累了，我不想坐着，但我现在肯定也不睡。哦，不信我这一晚上我就睡不着，这可咋办？下来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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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拜拜。